虎扑10月24日讯，帕特里克·皮特森 Patrick Peterson 之前表示有意加入圣徒，虽然新奥尔良目前尚未对他出手，但他们已经交易获得了另一名角位。根据 ESPN 记者亚当·谢夫特 Adam Schefter 报道，巨人将把元首轮秀角位伊莱·艾普尔 Eli Apple 交易至圣徒，圣徒则送出2019年四轮签和一枚2020年七轮签。艾普尔的巨人生涯暂时告一段落，这名身高 1.85m 体重91千克的角位在2016年被巨人以首轮第十号签选中，他在新秀赛季表现出色，可随后并没能完成稳定发挥。2017年休赛季开始，交易传闻就已先后涌现。去年12月，安全卫莱登科林斯 Landon Collins 甚至称呼自己的队友为毒瘤 Cancer。 艾普尔本赛季出战五场比赛，因腹股沟伤势缺席两场比赛，共完成23次轻爆，5次破坏传球，被职业橄榄球聚焦 Pro Football Focus 列为联盟角位第55。圣徒一直在寻找能与马上拉蒂摩尔 Marcin Latimer 搭档的首发角位。肯克劳利 Ken Crawley 目前表现不佳，在 PFF 排名中仅位列第105。虽然不是皮特森，但艾普尔仍能提升圣徒的二线防守，这正是他再次兑现天赋的机会。